假情报的事儿，你说是你让我做的，目的是为了检测联盟的紧急危机处理能力，这也太好糊弄了吧？毕竟联盟只有四位地堡武者，各个分量不低，联盟不会轻易得罪。不过，他们居然没有质询你，倒是出人意料。先生，您的火锅到了，祝您用餐愉快。啊，终于又能吃到正宗的 S 式火锅了，真是幸福。吃毛肚的秘诀是飞快的七上八下，然后一口放进嘴里咀嚼。嗯嗯，这么奇怪的东西真的能吃吗？嗯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猝不及防出现。我尉迟今日加冕为王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应该可以吃了吧？又麻又辣又嚼不烂，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成为招牌？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问需要帮助的吗？不需要，有事我会喊你的。好的，先生。失态了呀。嗯，晦气，是穆凌晨，他怎么也在这里？看来英雄所见略同， S 市紧靠群山，有许多人类不敢涉足的区域，也是异兽入侵最活跃的城市之一。我们赶紧吃完，免得被他发现阴魂不散缠上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列车停了，死亡列车开始上演。天罡级异兽铲甲，再加上我，对付两名地榜武者，想想都令人激动。不好，是异兽，而且是天罡级异兽铲甲。郁闷呐，偏偏穆凌晨在。送上门的赏金要泡汤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整个列车乘客的安全，不知道穆凌晨能不能对付铲甲。哼，真是奇怪，铲甲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，不应该啊。那是因为他的幼崽死在了列车上。你们两个谁做我的对手？他交给你了，铲甲归我。想单干一只天罡级异兽扳回一城，穆凌晨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大家放心，我是地榜武者图源，我会保护大家的安全。有地榜武者在，太好了。所以，你是谁？我呀，天眼会的豹，今天你会死在我手上哦。是吗？言之术。连世天，被瞬秒的渣渣也敢大言不惭。没事了，我是骗你的。到我手，你的火焰还给你。吸收他人的能力真是罕见，试试更厉害的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火在害怕退缩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
松书，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圣殿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